成立呢，到今年呢已经第十年了。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那我们今年呢是由 Poppy Lady 来担任年度代言人。好，还有媒体朋友补充画面的，来，我们环顾一下中上方的媒体朋友，还有粉丝们，展现我们米露蒂般的活力笑容。你的手不要再举高了。好，左手边再来一下，左手边。糟糕，我不想要你的手。好，马上呢，我们先来访问 Poppy Lady， 因为大家等待他们很久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请他热情的跟所有的粉丝们打个招呼。Hello， 主持人，还有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Poppy Lady。Hello， 我是吴思。Hello， 我是平轩。Hello， 我是大元。我是宝儿。是雨山。哇！